我叫朱塞鸠，朱西娇。那么我是今年七十五岁。哪里客家人？客家哪里？大埔。大埔。哦，OK。所以是客家这个算盘子是客家大埔的一个大舞台，所以是道道地地的客家大埔人教我们怎么做客家菜。哇！ 好吃，好吃。遇到你这帮年轻人，跟我一起合作，
做完这个算盘子，圆满结束，大家吃得很开心，谢谢。